欢迎收看107年3月8号的港都新闻，我是赖昌邦。新闻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。受到年后蔬果到货量暴增，恐怕会影响蔬果价格。一家脊椎外科医院向菜农购买3000台斤的高丽菜，免费送给路人，鼓励大家多多摄取蔬果，也帮助农民。文化中心图书馆在3月8号这天发送玫瑰花，民众在馆内一次借满5本图书，并且写下送给女性的祝福语，就可以获得一朵玫瑰花。拿到花的民众都很开心。高雄一名31岁的妇人因为脑下垂体功能低下，造成5月惊症，希望能有自己孩子的她到医院求助。经过长达3-4个月用不同方式治疗，终于在今年2月顺利生下宝宝。首先来看到，受到年后蔬果到货量暴增，恐怕会影响蔬果价格。一家脊椎外科医院特地向菜农购买3000台斤的高丽菜，免费送给民众。院方表示，高丽菜的好处其实很多，而且现代人每天摄取蔬果量多少都有不足，因此鼓励大家多多摄取蔬果，也帮助农民。一篓一篓的高丽菜被搬下小货车，再堆在桌上分送给民众，一人一颗。不少人是在里长的通知下，或者路过看到有免费的高丽菜，就赶紧下来领取。我们里长通知的，哎啊，感谢农民好辛苦。啊，我拢来遮福建啦。嗯。啊，伊咧讲的啊。来，免费高丽菜哦，一人限您一颗，这边排队，谢谢。由于过年后蔬果到货量暴增，引起农民抱怨，甚至忧心蔬菜价格暴跌。为了体恤菜农，这家医院继发送柚子和香蕉之后，再次和菜农采购高丽菜分送给民众。因为体恤他们这段期间努力的耕作，那可能会付之一炬。那原来是因为觉得，与其自己少赚一点，那也是要照顾一下这些患者跟菜农，那也是做一个社区服务，那所以跟他们增购了3000台斤的一个高丽菜来发放社区这样。那因为我们有那个休市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的量有寄到了啦，比我们过年前当然是有差一半的价钱啊，对啊，啊现在的话有，如果说降速的话有再回稳一点点、啊。因为最近这个菜价，高丽菜的菜价就跌到史低啊，历史新低，那我觉得我们这些社会单位应该要一起来为这件事出点力。院方表示，高丽菜的好处有很多，可以保护心血管，帮助新陈代谢，预防骨松，更有抗老美白功效，民众可以多吃，增加蔬果摄取量。无论是一个维他命 C 以及一个美白的一个功效，其实都有，然后也可以促进那个排毒以及排便的一个状况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。其实所有的蔬菜跟一个蔬果类，其实每个人一天当中都是要必须要摄取啦，所以我们今天也借由这样的机会来做发放，也是提供给各位民众，然后可以去做取用这样。高丽菜料理足侪，来当做高丽菜生，啊来当白高丽菜干，啊来当炒当包水饺，炒蒜头，啊炒凉那个面。哦，你盖胖盖好假哈！高丽菜一颗比一颗硕大，品质又好，民众拿到高丽菜都笑得说今天晚上可以加菜了，也成为医院送给女性朋友最佳的妇女节礼物。港都新闻潘志光、赖昌邦采访报道。妇女节除了有人送高丽菜之外，还有人送玫瑰花。为了庆祝妇女节，文化中心图书馆举办借书送玫瑰花的活动，民众在馆内一次借满5本图书，并且写下送给女性的祝福语，就可以获得一朵玫瑰花。而拿到花的借书民众都很惊讶，能够伴着花香一起走进阅读世界。图书馆里不少民众拿着自己挑选好的书要借回家慢慢阅读，完成借书手续之后，不论男生还是女生都会拿到一朵玫瑰花，都觉得很惊讶，原来是妇女节馆方办的借书送玫瑰花活动。就今天借书，然后听到他们说我才知道，然后有送玫瑰，就觉得蛮有意思的，刚好来借一些自己想看的书这样子，然后还得到玫瑰花，很开心。除了拿到玫瑰花可以送给身边的女性朋友表达感谢之意外，馆方也准备了祝福卡，让借书民众写下送给我最喜欢、最敬佩和最感谢的女性一句祝福的话。祝全天下的女生都妇女节都快乐，我祝福女性朋友心情愉快，身体健康，就天下的那个妇女都能够很快乐，
对，能心想事成这样。从农业社会到工商社会，女性朋友都扮演重要角色。时代虽然不同，但是都能写下动容的故事和隽永的篇章。文化中心图书馆为了向艰苦耐劳的女性朋友致敬，特别举办借书送花活动。您只要在我们的图书馆借五本书，然后呢写下祝福语啊，就可以获得我们一朵玫瑰花，伴你今天妇女节快快乐乐哦。妇女节的时候，大家能够多想想说女生的辛苦这样子，对，哎，也希望男生能够多分担一点家务啊之类的。我觉得蛮温馨的，对，然后对读者来说也是。很开心，因为又多了一个附加价值，对，然后对女性来说，也是让他们知道说，哎，有在重视他们这样。现代社会，女性不论在家庭、社会或职场上，都背负同样的期许和重担。图书馆在充满书香的环境中增添花香，让花香伴书香一起走入阅读世界。花香伴书香，妇女节快乐！港都新闻潘志光、赖昌邦采访报道。生育下一代是女性的天职，不过高雄一名31岁的已婚妇人，因为脑下垂体功能低下，造成无月经症。原本以为她没有机会用自己的卵子来怀孕了，但是经过医师长达3个多月的努力，用不同的方式治疗刺激排卵，终于在今年2月顺利生下宝宝。和所有妈妈一样，周小姐抱着自己怀胎10月生下来的宝贝，散发初为人母的喜悦。但回想求子过程，却不禁红了眼眶，因为她和一般人不一样，在14岁进入青春期阶段，月经却迟迟没有来。当初是一开始是没有打算要结婚的，想说自己一个人。可是后来就是遇到先生了，然后就不知不觉自然的就走入了婚姻这样子，那就想说既然都结婚了，总是要尝试一下，所以我就回来找陈医师。虽然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，但遇上真爱，孩子依旧是两人的梦想，因此他决定求助生殖医学，接受专业治疗，首先就得经历一连串的排卵药刺激。一开始做的时候身体并没有什么反应，对于药物的部分是后来陈医师在鼓励我，在做第二次的药物测试的时候，才刚好就是很顺利的排卵。大概都是年轻就没有来的嘛，所以如果年轻没有来，月经就没有来，你没有做适当的治疗的话，那子宫萎缩掉，那即使我们到这个年纪的话，就会相当难以治疗，你可以让她排卵，也不一定可以让她怀孕。这个 case 因为很幸运的，她年轻的时候妈妈很关心她的身体，所以就有正常在服用一些荷尔蒙，让她子宫有达到正常的发育。由于周小姐是脑下垂体功能低下，缺乏雌激素，以致无法顺利排卵，因此需要长时间引卵及取卵疗程，身体不但得承受施打数百支排卵针的疼痛，成功几率更是充满不确定性。因为针下去这钱一定会花，痛苦一定会承受，可是不一定可以打出卵子，而且也不确定多久可以打出卵子，通常这种有时候需要的时间因为太长了，常常都还没有打看到卵子之前就被放弃掉，所以这个 case 因为那个小姐她本身也很愿意跟我们临床配合，而且也了解她自己承担的一个失败的风险，所以她是相当好的一个患者。靠着一股要生下自己亲生骨肉的信念，感动了医师，也感动了上天，让周小姐生平第一次排卵就顺利产下健康男婴，而且宝贝还跟自己是同月同日生日，医疗团队特别送上蛋糕和尿布，祝福周小姐母子平安幸福。港都新闻李佳龙、罗少君采访报道。继续来关心妇女议题。2018高雄妇女节影展即日起开展，今年呼应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主题，聚焦女性跟大众媒体的关系。除了精选多部与妇女有关的影片放映之外，也将邀请女性导演和民众座谈，让大家感受到女性影像的创作力，进而促进性别平权。高雄妇女节，女人女能赞！庆祝妇女节，高雄市社会局邀请文化局共同主办2018高雄妇女节影展正式开跑。其中开幕影片播放荣获奥斯卡多项提名的电影《关键少数》。这部影片描述60年代非裔女性工程师如何在充满歧视的职场当中突破限制，相当具有女性意识的时代意义。I never had a colored in here, but don't embarrass me. This wasn't emptied last night. I'm sorry, I'm not the.
定是编恩之孽。今年影展不仅挑选多部精彩的电影作品，其中有五部还是由女性执导，当中有三位导演是以高雄在地题材拍摄，呼应今年妇女节活动主轴，也关注女性在媒体当中的形象。我们今年的重点是希望可以宣导女性怎么样可以运用传媒，把我们很多重要的一些议题，还有我们的女性特别的故事可以介绍给我们的世界。那我们今年精挑的九部片是除了我们高雄以外，台湾以外，还有世界各国不同的一个议题。社会局强调，今年高雄妇女节呼应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主题，聚焦女性跟大众媒体的关系。除了精选多部与妇女有关的影片放映之外，也将邀请女导演跟民众座谈，让大家感受到女性影像的创作力，进而促进性别平权。港都新闻综合报道。石泉派出所的员警巡逻时，刚好遇见一名男子闯红灯。原本只是单纯的交通违规，但是男子因为身上携带毒品而心虚，竟然猛吹油门跑给员警追，一路上还多次的违规，最后因为摔车遭到逮捕。石泉所员警一如往常正在执行巡逻工作，突然看见一名男子大拉拉的闯过红灯，警方见状立即追上前示意停下，未料这名肇嫌油门一催加速逃逸，在大马路上上演一场警匪追逐战，最后在逃逸过程中一个转弯失控自摔，后方员警见状立即冲上前将他压制，最后顺利逮捕。那在转弯进入巷子的时候都会速度比较慢一点，可是我们同仁就跟他一直保持固定的距离。那等到后来他自己技术不好，在沈阳街171巷口的时候转弯结果自己摔倒，我们同仁在僵局制服这样子。肇嫌因为身上携带毒品心虚竟猛催油门，过程中还一路越过双黄线、逆向蛇行等违规行为，相当险象环生。肇嫌遭警方押之后，知道自己难逃法网，主动从口袋拿出香烟盒中的毒品交给警方。他表示自己是做黑手的，对于机车车况了若指掌，疑惑地说警方的重型机车应该是追不到他，还边苦笑边对警方说：“没想到你们这么敢。”叫你做嘛，你来听我的调音台啊。你要比较寡言的警察在用的车吗？有您的闯红灯是最烦的。而且我无出去啊，但我嘛无是故意讲假的，我是真的。他一下来就质疑说：“他是做黑手的啊。”那认为说我们警察的机车应该是效率不是很好，照道理应该追不到他。他觉得很莫名其妙，可是我们同仁还是将其追下哦，所以他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啊。最后在肇嫌身上分别找出安非他命及吸食器，警方除了依违规事实对肇嫌开出多张红单，最后也依违反毒品防治条例移送法办。港都新闻李佳龙、洪静怡采访报道。还要提醒您，车辆一定要做定期的检查。高雄区监理所将和警政署、高速公路局及第二地方政府的停车管理单位跨机关合作，加强拦查通报未依照规定检验的车辆，以及收缴已经注销的牌照，希望能够加强行驶车辆的安全，保障自己和用路人的安全。为加强收缴已注销车辆牌照，高雄区监理所协调警政署、高速公路局及各地方政府停车管理单位跨机关合作，全面出击，针对已注销牌照车辆加强及时通报拦查，以减少注销牌照车辆的违规使用，以保障用路人的安全。我们会传档给那个停管单位，他会知道说这台车已经预检注销了，然后他会通报我们。那通报我们之后，我们会跟警方或是交通队就联合过去，跟停管我们就三个单位合作，然后就拆牌。然后再来是开单，然后就贴公告告诉车主说你这台车要回来做重验车重领牌了。车辆若是逾期检验遭到注销车牌，是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上的。若是车辆依然违规行驶在道路或是在道路停车者，将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将处汽车所有人3600元以上10800元以下罚款，并且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及扣缴牌照。依那个处罚条例12条，会开罚3600-10800，是。然后再来是他因为他无牌违规行驶之后，在牌照税的部分也会罚，会罚款的问题。把号牌收缴回来的时候，因为车上是没有号牌的，如果在路上行驶，警方一看到，这台车是注销的状态，会开单的，那也是促使车主会把车子
开回来，然后从验车从领牌这样子。也呼吁车主一定要依照检验日期办理车辆检验，若是车辆逾期六个月以上未办理检验，就会依规定被注销牌照，多一份注意才得以保障自己跟用路人的安全。港都新闻张世明、洪静怡采访报道。位在苓雅区的树洲庙土地公是香火鼎盛的庙宇，委员和信众们日前前往苓洲国小，再到台南福安宫和台南的婴儿之家进香行善，将信徒的香油钱作为帮助弱势团体或是学生的求学基金，希望将爱心传递到各个角落。位在高雄中山路和青年二路的树洲庙是间香火鼎盛的庙宇，这次组成行善进香团，希望将信众的香油钱作为帮助学童或是弱势团体的爱心基金，而且这次的爱心足迹遍及高雄及台南。这一年来大家行善的一些捐款，我们把它用在于我们弱势关怀，包含小朋友的部分，包含长辈的部分，那贝公就欣然的给我圣杯是同意的，那我就做这些事情。我们就召集全部的志工，邀请社区附近的民众跟香客一起参与我们这次的行善进香。这次一共有120人共襄盛举，先从苓洲国小作为捐赠基金的第一站，再到台南关子岭福安宫婴儿之家行善进香。信众们做善事不遗余力，到了现场还自掏腰包捐款，希望将爱心传到每个地方。志工团、我们的信善、我们社区民众一起去那边。除了庙方的捐款以外，那每个人也自己掏出自己的腰包里面来，现场就捐款了。所以我们这个主题就是带着社区的民众跟我们的信众呢，到处的去行善、进香、捐款。哎呀，我感觉非常的欢喜。去年三部车，今年又加一部。我们希望哈，每年以后会大家一起来，更多人参与这个进香行善的活动。除了到各地传爱，仁和里办公室也堆满了满满的白米，将要发送给附近的弱势民众。大家做善事，累积福气，成为庙中树最棒的代言人。港都新闻张世明、洪静怡采访报道。为了改善污水恶臭所引发的各种问题，市府推动与污水分流工程，但是有人反对，也有人赞成。楠梓区和昌里透过里长周海林和里民不断的沟通协调，经过一年多，终于逐渐完成，成果令人惊叹。到底里长是怎么办到的？3月8号晚间9点，熊岁月丽，千万别错过。楠梓区和昌里里长周海林雨水利局一科科长张静二穿梭在里内巷弄，查看与污水分流工程，干净整洁的屋后宫不再像过去堆满杂物滋生蚊虫，成果令人惊叹。会有反弹是因为他们家的宽度不够，双沟的话一定要80公分，80，那侧沟是要75，那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沟通，然后整座的时候沟通宽度够的就变成今天这个很干净，现在变成反而里民一直说我们家哪时候做，我们的家哪时候做。里长回想和里民沟通的过程，虽然费了不少功夫，但看到焕然一新的整洁环境，心里满是欣慰。正是如此热情助人的冲劲，让第一次当里长的周海林获得许多里民认同，带领的志工团队更是连续3年获得优胜。面就开始警察退休的，还有海军退的，那些人我就把他就去凑，就是一直邀请，一直邀请啊，就凑了40个，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多少个，可是我就弄40。一般来讲，旧的老的，他们就说，你知道你好厉害啊，你一下子就可以马上就凑到40个人，然后就成立了。成功女人的背后，总有个默默支持的男人。为了支持里长的服务梦想，先生钱国荣虽然常年在外地工作，却利用闲暇时间协助和昌里那小事务，尽心尽力。我们有 Skype 天天做。那我跟我太太呢是经常做 Skype 每天的，那她有些问题她就直接从 Skype 发给我，那我就给她去做一个整理。那幸好这个案子刚好是在我休假的时候，还是过年的时候休假，那么回来了以后，那确实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那到最后大概有一两天吧，我大概都是晚上到凌晨大概到4、5点才睡觉，
一直把它整理出来。看着周海玲里长与先生的间谍之情，除了让人好生羡慕，也树立了李明学习典范，凝聚强大向心力，带领何昌里迈向幸福宜居之旅。还有更多关于何昌里精彩点滴，都在3月8号晚间9点准时播出的《熊四野力》。港都新闻李佳龙、罗少君采访报道。每年的冬季，高雄市就进入空气污染的高峰期。虽然目前环保署在全市设有12座的监测站，但是整体来说密度并不高。而为了更加贴近民众的需求，高雄市除了在全市 CBAC 租赁站设置空品微型感测系统之外，也将扩大在铁路沿线、工业区和学校来增设。根据了解，环保局今年计划斥资1000万元，再加上环保署的补助，将在全市扩大增设500座空品微型感测系统。同时，随着铁路地下化在今年8月通车，沿线绿色廊道也将列为侦测重点。一旦侦测点发现空气中的 PM2.5 超标，将会稽查周边工厂、营建工地。民众也能下载 APP 及时查询空品状况。接下来提供您港都生活讯息。青联港都有线电视升级影音服务，推出 BBMOD 行动 APP， 手机完成下载之后，只要跟家中的机上盒完成配对，不论是用电视或手机都可以看电影。而且现在下载 BBMOD 就可以享受多部电影免费观赏，详细的下载及使用方式请上青联港都官网查询。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。高雄、台南、屏东地区多云，气温13度到22度。南投、台中、彰化、云林、嘉义地区多云，气温10度到19度。台北、基隆、桃竹苗地区多云时阴，气温9度到13度。宜兰、花莲、台东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地区多云时阴，气温8度到18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，感谢您的收看，祝您平安顺心，妇女节快乐！我是赖昌邦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贴近关心，励志人物温馨故事，就在社区好新闻。BB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 BB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账单、频道节目和 VOD 点数等行动账单、客服资讯带着走，各项需求一次满足，比一比 ，BB 最聪明，快去下载哦！请查清联港都或上官方网站查询。台湾上水的风景是人，高雄上水的所在伫咧苦力，袂歹，一波一区。一卡一里，阮做伙来用心发现上水的你。每礼拜四下午九点，请准时收看《上水的你》。这座城市孕育万物，我们在蓝天底下安身立命。梦想的果实全民共有，前进的代价谁该承担？分享生命的重量，记录蜕变的悲伤，用镜头聆听高雄。每周五晚间九点，敬请锁定《打狗周记》。市政建设、议会监督、人文关怀，最关心高雄的新闻，港都新闻。这歌啊，那亲像伫咧过生活，简简单单，一点嘛袂复杂。不过，那是有用心，同款嘛会做出让人感动的好滋味。看见在地人的心，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。